吹什么乐器。来，准备哦。来，请放下。一、二、三，来。好，没有人声。小号。哦，他猜对了哈，我吹小号，小号是我的主修乐器。来哦，黄老师颁奖哦，我们的创团的大老师颁奖，来看镜头，看那边。哦，虽然这五天你每天都会看到我在不一样乐器出现，然后教你吹乐器，好，不过我基本上我自己主修乐器是小号，虽然说我全部都会吹，这样。好，管乐器是很好玩的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带来一个比较可爱的曲子，叫做哆瑞咪。所以如果你会的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唱，好吗？那我们来让校长们看看谁唱的最大声的，还有拍手的，还有跳舞的，我们来送他奖品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虽然天气很热，不过这首曲很短。哆瑞咪，如果你会唱，唱很大声的啊，我们刚好校长啊、会长看到的，我们接下来就送他一个礼物，这样好吗？好，我们带来哆瑞咪。Thank you.